同关心天气，明天呢各地早晚气温都偏凉，而中南部日夜温差呢还是很高的。另外，台湾各地跟外岛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继续来看明天各地的详细气温。北部地区多云到晴，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30度。中部地区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30度。南部地区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30度。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的情形，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30度。外岛地区多云到晴，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9度。未来三天呢，北部地区到了后天呢是多云短暂雨的情形，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，天气是相当稳定。另外呢，东部地区天气比较不稳定，后天开始呢天气都不太好。